电视剧《庆余年》正在热播，郭麒麟在剧中饰演的范思哲成为了本剧最大的看点之一。近日，郭德纲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当初为何会让郭麒麟出演《庆余年》，郭德纲的回答也是很直接，其实我当初是拒绝的，看看他现在这么红，以后估计大家的关注度都会在他身上，谁还关注我呀？这原因也是让大家笑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